主料蚕豆350克，辅料葱一根，盐油鸡精。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食材准备，新鲜蚕豆夹包去烫，摘去蚕豆上的小帽子，洗净，冲洗净芥末，锅热油放入蚕豆后快速翻炒，加盐和适量水，大火烧开转中小火，使蚕豆慢熟，撒上葱花翻炒即可出锅。烹饪技巧，蚕豆性质不可多吃，以防上肚伤脾胃，蚕豆一定要煮熟煮透才能吃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